谢娜双下巴。产后带老公出道，谢娜张杰狗粮，让何炅张炯成了梗。谢娜就是谢娜，哇，全场妥妥的。何炅张炯，谢娜双下巴，原谅一下，她才生下宝宝没多久，她也在努力健身，请给她一点时间，她会是一个合格的女艺人，她可以的，我们也相信，也期待6月12号在腾讯视频播出的《美食告白记》。复出后的第一档网综可以期待一下。谢娜双下巴，娜姐真的越发越福，发福还蛮严重的，看来马甲线不是很好做呀。谢娜张杰狗粮，两个人昨晚要甜死了，吃了那么糖，太感动了，就是谢娜双下巴都有了，看样子还是胖的，需要慢慢减肥。张杰谢娜同台秀恩爱撒狗粮，但是网友却注意到了谢娜的双下巴。谢娜双下巴，这波狗粮吃的我足足的，没关系，有我的，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一句话，羡慕不来的爱情，这两人只要一站一起，我就看不到张杰的正脸，那眼神不要太沉宠溺。羡慕了姐姐哥找到很多人都找不到的爱情，他们拥有让人羡慕的爱情，最好的爱是跟那个对的人在一起后，连身边朋友都觉得你更可爱了，而不是每天都活在对方够不够在乎你的单虑里，照顾不好自己还一心想为他改变，费尽心思换来的那不是爱情，反而失去了最好的自己，不用为了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而只懂迁就，对的人你什么样子他都爱你。从2015年的《极速前进》开始，2016年的《我的新衣》，吴昕都为这些节目提供了看得见的话题度热搜，还有就是让吴昕频繁登上热搜的吴伟雄 CP 话题。自从恋爱真人秀《我们相爱》播出后，只要有关吴伟雄 CP 的一切话题都能引发网友的关注。现在的吴昕还瘦了下来，颜值也上升了一大截，据说现在的吴昕广告商演不断，已经妥妥的走上暴富之路。小编也想说一句，吴昕你变了哦。